就是有，是蔡总统决定的吧？是蔡总统决定要继续盖这个三阶嘛？77.2公顷嘛，是不是蔡总统决定的？不是蔡总统决定的，是中油决定的。是105年时候行政院就核定了，105年还在。当预算，所以是马总统决定的，还在前政府的时候，所以是马总统决定的。王部长，这个是马总统要求蔡总统要按照他的那时候的一五一十的要接收吗？这个政策难道是马英九决定的吗？这明明就是蔡总统自己决定要盖的嘛，是不是？更文报告，事实上行政院是在104年的9月4号核定了这个计划。